120平的透天别墅以南洋度假风为设计轴心，搭配丰富自然元素，在空间中停留就像在巴厘岛般休闲疗愈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将告诉大家三大重点。我们会先介绍犹如巴厘岛般的会客场域，与自然与现代交融的餐厨空间，最后是禅静简约的舒眠寝卧区。宽敞的会客区选择以大量木质铺陈，利用藤编拉门将采光过筛，创造多变的光影效果。阳台天花格栅意象，当光线洒落，仿佛置身南洋国度。餐厨空间延续客厅的木质调，烹饪区洁白的食材台面为空间点缀现代与会，木质长桌搭配竹编椅与设计灯饰，让生活与自然更紧密。私领域以简约元素建构，营造低刺激调性，床头墙立面整合镜面，木质与绿叶版画，朴实中带有时尚感。而阁楼斜顶天花营造如小木屋般的视觉，简约温馨又疗愈。风月设计由清俊设计师用心聆听屋主需求，并以丰富的经验找到美感与机能之间的平衡，为屋主打造最贴心舒适的疗愈所在。